多伦多华人艺术家中心主办的2024年音乐与表演艺术节将于今年5月12日至6月29日举行，由德芬移民留学冠名赞助，包括五场不同类型演出的活动，展现出安大略省的许多卓越的音乐家和优秀的艺术团体，真是一坛精英汇集，节目中西荟萃，丰富多彩。第一场新人新曲音乐会展示了许多在安大略省中活跃的多才多艺的青少年乐手，他们在各种比赛中屡屡获奖。音乐节目有艺术家中心青年室内乐团协奏，演出时间是5月12日星期日晚上7:30，地点是 Scarborough Citadel， 咨询及购票 4164976411。 第二场中外名曲欣赏音乐会2024由在安大略省乐坛上频频出现备受人爱的12位歌手及清华大学校友艺术团联袂演唱中外艺术经典，他们的演唱由艺术家中心爱乐乐队管弦乐伴奏以及钢琴艺术家 Oscar Morsha 钢琴伴奏，演出时间是5月26日星期日晚上7:30，地点是 Scarborough Citadel， 咨询及购票 4168937786。 第三场艺术节庆祝音乐会由多位加拿大华裔精英音乐家以及众所周知的多伦多长江艺术团演奏演唱中外经典以及新作品，由艺术家中心爱乐乐队协奏，演出时间是6月15日星期六晚上7:30，地点是 Scarborough Citadel，咨询及购票 4164976411。 第四场华人艺术家中心青少年乐团周年音乐会，他们将精彩的表演大量中外名曲，展示加拿大青少年的卓越才华，演出时间是6月22日星期六晚上7:30，地点是 Scarborough Citadel， 咨询及购票 cast.contactus@gmail.com。第五场湖畔回声音乐会由活跃在安省伦敦市，这场中外合唱经典作品演出将是在不断茁壮成长的湖畔回声合唱团又一个里程碑，演出时间是6月29日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 PM， 地点是 First St Andrews United Church London Ontario， 咨询及购票 5197010528。 欢迎广大观众踊跃参加，你们的光临就是对加拿大华人社区的文化活动的大力支持，衷心感谢各个赞助商的鼎力支持。有关各场演出的详情或者购票，请参照上面列出的电话或电邮。欢迎光临。